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院总闺蜜团其中的一个。笑得也太……回家第一天榴莲就送上门了。没回来之前，她说她准备了8个大榴莲，100串羊肉串，把我前2个月减掉的脂肪全部补回去。这是一个5房的大榴莲，有10几斤，也是回来的第一个。她说接下来1天1个，不把我吃到130斤不罢休。所以接下来运动得加量了，要不然几个月的努力就被这几天给毁掉了。还有前几天答应大家的直播，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吧，我会抽个时间播一下。然后你们要问的那些问题，拍视频啊、减肥啊，到时候都可以面对面交流。嗯，哇！耶都这么讨厌，1、2、3，哇塞！时间停了哈，今天是工程啊，1、2、3，不敢走了，耶，别动，1、2、3，三个都不是榴莲，对，你摸个榴莲嘛，不要，你别动我，你们，你开上来了，开不起，我今天要剥榴莲的，晓得，我今天是剥几个，你看冇得今天才开始烤干我剥。Thank you.